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没错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球，有打到的是，哎呦，这个球滑下去就接到了，接到了，哎，有没有接到啊？球应该是接到喽，应该是接到喽。看到易雷神在那边是高举的右手，所以是接杀。哦，所以是接杀。那接杀的提前起跑的跑者就必须要回去。那这个球传二垒的话，那当然就抓到了原本在二垒上面的跑者。所以现在裁判看起来是要开会，就要来看一下。进。哦，真的是直接接到呢，直接接杀。哇，那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画面基本上就播得非常的清楚。在今年呢，这个电视的辅助判决呢，基本上现在都在大荧幕上面，所以这个大荧幕就可以让所有的球迷呢看得非常的清楚。人家球探马上赶快。对。之前还没有对战记录，这个球出错了，拜拜。第二次连续两场跟人家说再见了。哇，这个礼拜是不是这么流行的说 goodbye 呢？礼拜二的台东东哥也在，今天礼拜六的周记，你也在，我们又跟对方说拜拜啦！哇哇，林书义在今天当英雄啊！两好球，两坏球。加油！加油！要翻边！要翻边！全部一口气打回来了，所以才说全都要嘛。没错没错。许继宏今年赛季的第四发全垒打，在台东球场，台东球场的第一支再见全垒打在这场比赛出现了。哇，今天真的是让全场的台东乡亲们非常的开心，尤其是这个地方上的父母官啊，尤其县长。对，现在非常的开心啊！台东球场上一支全垒打就是高志刚，在前面呢也有介绍的三位球员，高志刚、陈连红以及庄泰山的全垒打。而在暌违了14年之久，许继宏在这一座球场台东第一棒球场敲出了再见两分炮，哇！这个球切高了，在内野上空，宇宙霹雳无敌高的高飞球要让给谁来接？许继宏，哎呀，这个球漏了下来。二垒，那现在传二垒是可以的，这是一个封杀状态呀、啊！哇，这个球真的是打得太高太高了。这个时候，哎呦，哎，有碰到，因为弹跳之后是，岳东华接到捡到球是在这个界外区了。哦，大概可能会有这样的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在争议的一个问题点就是说，许继宏有碰到手套，是应该是算是界内啊。哎，好像有擦到一点点，改变了这个球耶。哦，界内啊，界内球，哦，改判了。欢乐天桃园的总教练出来了。滚地球，哇，沿着三游间传了出去，形成安打。哇，又发生了一个漏球的一个状况。哇，传到三垒这边来 ，K。哦，还好抓到。哦、如果很没有明确的整个一个证据的情况下，应该是维持原判。嗯哼。碰到时候，蓝银轮是不是已经踩到垒包了？是。哦，也被潘志芳的脚也给挡下。出局啊！出局。原判啊。嗯。是维持原判。看到。好。沈曼，你这样回去要跪算盘哦。不会。没关系啊。没关系。啊，好。看到。好，不行。
祝大家注意留言，礼拜天晚上八点，然后可以看我们军事荧光台中。没有，我们开健身房就是好玩的。但是听说你本来在台南有一间，现在今年一月又开了一月的又开了一间。对，现在开第二间，最主要是可以让喜欢棒球运动的朋友们，他们可以多一些机会，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流的。没错，听说那边的健身房呢是可以达到就是球员的最佳训练中心。对，希望可以。希望可以，而且希望所有喜欢运动健身的朋友们。可以免费可以去做参考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加。